大家好，我是五仔。系啊，你好，我系威威。系啊，斩猪肉嗰、那个，屋企斩猪肉咋？系啊，街头街尾都有唔同噶。系咁啊，头先讲过阿大文喺呢一个即系同阿思南方面咧，你冇错。不过咧个方向咧，原来个下集咧就仲精彩。咁原来啊，疑似喺网上流出一啲消息咧。你都要俾個 like 先噶啦，唔係下次邊有得聽啊？俾個 like 5蚊 Patreon 冇廣告啊，話俾你聽噶啦。嗱咁樣嘅，話嗰個女仔啊，香港女仔啊，就警嫂嚟噶，佢老公啊差佬嚟嘅呢個嗱，即係喺網上流傳一疑似咋，未證實啊。不過而家我見到佢哋鋪出嚟就係咁樣咁講啊。嗱呢一個所謂嘅資料咧，我覺得咧就有啲危險。雖然啊，啲人啊會。哇，咁样啊，有啲职业嘅颜色嘅味道啦，开始玩到咧，系啦，有啲颜色嘅分派别咁样啊，系啦，又话开头我哋就研究究竟佢系咪一个扑街，即系嗱，即系一脚踏两船，咁不过咧，今次就个风向转咗去咧，就话你食咗个警察个老婆咧，呢个系一个人民英雄嗱，有一方面人讲人民英雄。我自己覺得就哇，呢啲好麻煩喎、啊，呢啲圖色嘢就係啦，仲要辣到一啲咁近，係咪先？嗱，咁近一啲上身嘅嘢。我驚呢單嘢咧，有人咧會俾人拉。我唔係話大文俾人拉喎，大文未必會俾人拉喎，佢坐佢唔入喎。嗱會有咩事咧？我就唔敢講啊，即係成日都話。你搞人老婆已经唔啱噶嘛？即系如果呢件事系真啦，即系就唔系就系讲佢咧个世间呢个行为，搞人老婆你唔啱嘅。嗯，你点搞个老公识功夫噶嘛？即系咁讲嘛？你会危险啊！搞个大只嘅你自己死啦，俾人打死系咪？咁你搞个有枪嘅，屌咁，即系你沟咗俾达阿庄子咁样，你唔怕俾佢分尸啊？系啦，你就好 soft 咁讲咗件事。我现实生活我又觉得搞人老婆一定系唔啱嘅。如果即系任何人都系噶，我自己就从来都唔做呢啲嘢嘅。嗱，老婆啊，讲紧女朋友就，因为通常你讲真呢啲都系嗱，好卵衰嘅，就喺呢啲咧闹条仔，话条仔搞人哋乜嘢。喂，你老婆都有份出去俾人搞喎，你明唔明白？系啦，而家风向一转，就系个问题原来唔系错晒喺个男嘅身上，双方面噶嘛呢啲嘢。即系情嘅呢样嘢，其实讲真，冇分男定女嘅，就系咁，即系有时好笼统咁讲，你 timing 一到嗰时候，你困惑就系咁样噶啦。冇噶，但系你人咧，即系守唔住。你唔好话结婚一定又唔会出去搞三搞四，即系搵到个。女人是两样东西的 money 和 make me famous 她本身应该这个女仔会出来的知道她身份跟威威有说啊怎么找呢怎么起到她底呢你首先呢原来呢啊很简单一样东西你说大文拍个相出来在个脚上哇靓啊这样是她本身的 IG 是容易被人看到的原来就说她呢是一个 foodie 的意思其实我都是一个 foodie 即是一个食评家网络食评家他有一个会开饮饮食食的账户那些人看到他就不是这个不是这个这样是你疑似是啦疑似疑似这样那我又觉得你说是个警察的老婆喂他摆这些这样的酒店长脚相难道我自拍什么跟姊妹是不是他又会不会这样摆上网因为你知道很多冇嘢噶，你作人哋就信噶啦。系啊，我睇嘅啫嘛，负责。系啊，系啦，睇文字，你作出嚟我收噶啦。系啊，咁你求其 up 睇完，哇，你好有情绪喎，好啊，呢个结局即系你觉得系咁样。嗯。咁但系我觉得，梗系我绝对觉得系悲剧嚟嘅。如果你话系食咗人哋个老婆啫，你问我就。咁啊，当然啦。其实讲真，任何系一衰一对嘅嘢，你哋一插直嘅落去，你都系扑街噶啦，系咪先？但嗱，好多嘢嘅，即系我讲唔系个人扑街，系之后嘅事嚟轻嘢你啊，定扑街嘅。系啊，你要知道，喂，嗰条女会唔会爆你啦？爆出嚟，佢老公会唔会同佢离婚？嗰条离婚，如果佢跟你咧，你啲女你又唔会要嘅喎。其实真系老实讲，攞嚟做老婆你唔要喎。咁啊，绝对嗱，问心句系啦，答案咧。就唔使講出口啦，聽嘅觀眾你哋心裏有數。唔係，除非嗰條女正到個級數係咩咧？貂蟬咁樣嘅，陳圓圓咁樣。係咯，貂蟬都亡國啦，係咪先？所以呢啲嘢你攬咗上身，真係。係啊，咁
冇嘅，即系会唔会搞到上升到？因为你而家。你而家如果話講到嗱事實嘅話嚇，即係你話係警務人員個太太咁樣啊，講得好斯文。喂，仲好似係幾高級嘅喎，咩兩粒一辦喎。講到係咁高級警員個太太，如果係你會唔會涉及叫做起人底咧？起咗佢個屋企人底咧？嗯，會唔會令到有人俾人拉出嚟祭旗咧？係，即係去到呢，我就覺得呢個位好危險。你問我就。是啊，即是你说搞不搞女人那些，你们私底下恩怨我看港文的，有没有人被人劈就是不是、嗯、所以你识女人你是很细心的。即有时呢又可以奉劝各位呢男士，即女仔你说后生想识个女仔，这样当然是很正常的，汗烟蒙作祟，是不是？但当你一个大人的时候呢，识下去有时啲嘢呢都唔好咁随随便便啦，唔好以为食得到落口你就消化到先。唔系，你好多女人你系唔系好鍾意个老公，但因为佢叫养得你起，或者系有个安稳嘅生活，做你自己想做嘢。咁讲啦，疫情过后系纯粹斋感情嘅啫。咁你出面见到有啲嘢，喂，我比较尊重一啲女人咧，就系咁样嘅。即系我以前都揾好多女仔拍嘢嘅，但我系甚少同啲女仔拍嘢，跟住发生关系嘅。呢个系醒啦咪，甚少啫。我讲紧系啊，甚少系，但我拍啲女都多嘅。我想讲咁。問題就是我比較欣賞有些女仔，其實 我覺得那些是烈女來的、嗯、即她譬如我找她拍嘢，她就會跟 你說、我叫我男朋友你看得不得、嗯嗯、我男朋友只是來車我的，我跟我男朋友現在有個 YouTube channel， 她什麼都說我跟我男朋友呢，這樣好啊，這些好女仔，反正我聽了這些是好女仔來 的 我明白的，你自己玩吧，這樣因為意思都不会阻人哋啦，有阵时，因为通常有啲女咧话俾你听出嚟做嘢，呢个一个好系好好有礼貌，系啦，令大家都唔需要谂太多。欣赏嗱，欣赏嘅呢方面，但系咧有阵时你同啲人做嘢咧，你系有少少关系咧，有啲啲纠缠不清嘅、那个感觉。系，但有啲咧讲真啦，就算可能。是一個工廠入邊啦，唔好講工廠，而家冇工廠，而家可能喺你 office 嗰度，可能唔同部門，但係因為可能大家 pantry 嗰度咁樣一齊盯個晏晝見到嘅，可能就係咁少，你都可以有一微絲嘅機會突然間發生咗啦。嗯，何況係咪先？何況你話啱啱講到咩話？係咯，係咯，明白噶啦，即係你出軌咧呢啲嘢咧，個女都要俾機會人嘅，即係我成日覺得。你的老公如果即係成日都講如果啫，即係無限個呢啲叫做多重宇宙啊。其實唔係就係講俾你哋聽噶嘛。你話嗰單嘢係咁，呢啲咁嘅事周圍都有啦。女人出軌，佢啊本身啊，佢有個男人，佢屋企佢又冇，即係唔係愛情，我哋話齋感情。哇！跟住自己出去咁樣，你有冇同個男人講過？出面個男人講我有老公啊咩成？冇啊，佢老公唔喺佢心入邊喎。佢出軌嘅時候咧就。是一个 single 的状态。是啊，直头可能你们沟通 flirt 的时候他都不提，他也都不说。嗯。哇，我甚至懂得有些女人几劲，我告诉你收几多少兵。第一句跟你说傾得两句三句好傾呢，跟住说我老公不在香港做嘢㗎，我成日自己一个人㗎咁样。你諗啊，哇，娘娘开裤喎。真係。哇，啲裤任你借喎。你明啦，你明我讲咩啦。睇明啦。係咪先，咁唔好成日话淨係话啲男人搞人哋老婆，啲女人都係做咗人老婆俾人搞喎，呢个係。其实咧就好平等嘅，色欲都市嚟讲，人咧一定系男嘅，女都有需要嘅。有冇话人淫妇？有冇话人贱格男人？呢啲男女之情，佢哋个世界系点？系咯，唔好理人哋啦。我哋都系动物，我哋本身都有七情六欲，不过我哋唔喺个位置啫嘛。你有缘撞到一啲哇好拉索嘅咁样，范冰冰之流嘅咁样，你都一样嘅啫。你又控制唔到你自己嘅发神经嘅，即系以前啲男人见到李治就癫噶啦，好似李连杰咁。Exactly， 系咯，咪咯，见到佢咧，即系抛晒弃子。如果其实都，唉，都唔系呢啲，真系老生常谈嘅嘢嚟噶啦。不过你话哦，原来近排突然间又有翻啲咁嘅嘢。永远，所以人类是重复犯错同一种错误噶，真系。唔系，因为我哋混咗一个肉身度嘛，有色欲嗰样嘢噶嘛。嗯。咁如果咁样，如果你话阿 Sir 咩嗱，我觉得系不幸嚟嘅。你问我任何行业，唔好只话阿 Sir， 你做任何做清洁嘅，做货车司机嘅老婆俾人搞，我都好不幸。嗰种不幸系因为你喺出面翻工，
你老婆辛辛苦苦有个家，你要供楼，可能要养埋个老婆，津贴个仔女咩成，然后个老婆出去揾第二个男人。嗯，我觉得即系好多男人，我打够佢个奸夫，屌，其实你同你老婆有问题啊，你知唔知啊？其实讲真咧，如果系一个咁家庭伦理上嚟讲咧，其实亦都系嘅。跟住咧，我又觉得咧啲法律啊，譬如咧呢啲位，屌咁离婚啦，喂，但系无厘头个法律保障穷嗰方面要同你分身家嘅分钟，系噶，又善人份乜性？屌喂，佢出面搞第啲男人。我同佢离婚，我仲要养佢，傻捻咗啊！即系你会唔会嗰样嘢？你明唔明白？蚀到入嚟，白痴啊！直头嗰种感觉系咩话？啲仔女全部跟佢，因为佢老母跟住你，知唔知？所以点解即系如果你话讲结婚啊，佢个老婆俾人搞咗，你哋觉得咁刺激？我就话你个婚姻系好唔保障。如果你唔系同一个真系爱嘅人，你以为爱或者你系基本上。人結我又結啦，咁樣嗰啲時間啊，覺得呢個女人咩？你一廂情願嘅有時啲嘢，係啊，好慘我覺得。唉，同埋你知婚姻嘅嘢，有時好多都係單一方面啊。不過唉，又冇咩，又冇咩問題，咁樣都行咗咁耐啦，唉，求其啦，結埋啦，即係好多人都係。都系咁样嘅啫喎，系啊，会讲到有几宏愿，又话要点样同佢创造个乜乜不啦不啦，即系嗰啲咁嘅嘢。大文佢有冇问题，你就要睇佢本身，即系譬如逼供佢老公，喂点样啊？即系当我呢单嘢，我唔知佢疑似啊嘛。哦，睇到佢原来 first 嗰阵时，佢唔知佢有老公嘅，咁罪不在佢咯。如果佢系知人老公都搞嘅，咁佢梗系有问题啦。我男人我身边有呢啲朋友。我看到他們的下場，他們的嘴臉，我覺得這些不是一個好人。即是告訴你，我有一個朋友搞人家老婆，搞到被人斬了，就躲進廁所裡面，就找消防員救他，和警察救他。我覺得很難肉酸，即是東方日報報過出來的，很多年前。我也有看的那件事，我知道。黐撚線。有一個呢，即係呢啲已經搞到好狼狽嘅啦，做咩啫咁樣？個天下間六十幾億女人，屌你係要搞人老婆嘅。是不是？冇啊，说话两头摆嘅啫。如果你话创作上嚟讲，咁样呢个都系佢哋嘅缘分嘅。都系。咁我另外一个朋友，点解话佢一个坏人咧？就话冷静咁走嚟，唉，扑街啦，扑街啦，有乜唔扑街？我琴日食咗人老婆啊！点呢啲口多多自己根本想，我根本都唔想知道，你自己话俾人听，你好似好捻招积咁样。嗱，呢啲又系唔系一个好人嚟嘅？你问我，啊、心底里都系个邪念嘅，呢啲仆街真系。有乜好呢？系咪先？最好就系点样呢？我觉得嗱，识人老婆，但系人哋老婆真系同人离婚，又跟咗你，一跟住一生一世嗰啲爱情，呢啲叫爱情。系啊，呢啲系可以变成可歌可泣嘅。桥段嘅都得，即系佢跟咗我唔中意嘅男人。但系而家我哋即系啱啱开始啫嘛，场啱啱先开，都未去到戏肉。哇！你话咸湿下喎，屌呢啲系西门庆桥段嚟，知唔知啊？淫人妻女笑呵呵，屌！我想问呢啲如果咁片面嘅咧，只会发生喺咩嘢度咧？就系啲最快最 cheap 嘅 AV 入边啲桥段就系呢啲。我系系咯，咁唔系我真系嘅，对嗰个职业嚟讲，你问我，我冇乜嘢，系咪先？哎呀，不过比较上 juicy 少少啦，你知道啊？系咯，喺人嘅社会个新闻里面嚟讲，唔系咯，你知道好惨啊！系唔好讲咁多啦，总之大家中意就睇下啦。系啦，唔系我自己谂法就系、是，唔系我都要咧，我十五分钟我先咩嘅，我惯咗，所以咧唔系讲多几句啊？呢啲喺爱情方面，嗱，如果你嗰个男人，你个即系当你佢疑似一个警察啦，个老婆咁样跟咗嗰个人。你会唔会原谅呢个女人啊？在呢个角度方面，我点样原谅呢个女人？因为咧，我点解会牵连到近排就一个警察爸爸，因为工作上嘅燥底都落拖鞋飞个仔啦。突然间我就会牵连咗嗰件事、就是，就系哇，佢哋工作咁繁忙。哦，咁一个唔系、哦，你问我，我觉得呢啲一个唔同一个，有人可能操手拿住本春秋都得噶嘛。系，你唔知呢、這个，你估嘅啫，你好难讲。你觉得个飞个仔可能佢自己屋企玩公仔咧，佢都即系好多个可能性，呢、這个好难估。系、一个唔同一个，冇啊，咁样公平啲我觉得。都唔使噶啦，因为佢真系俾人罚咗噶啦，嗰、那个老豆。弱儿啊，哦，系啊，判咗弱儿。但系香港呢啲又唔犯法噶，顶喺台湾犯法个通奸。通奸系啊，系咯、啊，香港冇嘢喎，佢俾你噶喎，系啊，唉，有时真系每一个地區，可能佢系啲玩法，
张张赌台都你咪好乱咯，即系呢个老婆同嗰个搞过咁样，但系你冇人冇人惩罚，咁佢自己如果自己私底报仇啊，私底下唔系衰啲讲句啊，成件事法律上喂讲真啦，系有啲法律即系你爱你一生一世签咗纸啊，但系真系发生咗咯，咁样真系自己倾点数噶咋？唔系我见到呢啲，我觉得系即系我作为一个人。即系你见过人结婚啦，即系噏嗰啲誓词，爱你一生一世嘅嗰啲，你两个人结婚，你喺个律师底下见证，有班亲朋戚友，你讲呢啲说话，系，哇，你跟住做嗰啲嘢，唉，真系冇办法，唔系个个适合呢一个制度。啲我想啲道德上嘅嘢咧，真系讲就个个人识讲嘅，但系当情感上呢啲嘢又发生咗咧，即系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试过。有拍緊拖嘅時候，又見到另外一個好似好吸引到你嘅異性，梗係有啦，係咪先？呢啲係人生百態，必定會經過領略過噶嘛。但係如果你話但係去到，因為我大家都唔係細路仔啦，你話係咯，大人嚟嘅。你話拍拖可以散拖，再同第二個人拍咁樣呢、這個喂離離合合咁樣人生階段啦。但係當佢講到係結咗婚咧。加上佢職業咧，咁樣呢啲係真係比較 juicy 啲嘅。係啦，都當八卦嘢聽啦。但我覺得唔好帶咁多仇恨喺個網絡世界度啦。係啊，純粹當食花生，粒花生鹹鹹地，但係你唔好。唉，呢啲係咯，即係吊一吊味，唔使太嘥個腦去諗呢啲啊，因為日日都有。講完就算㗎啦，係啦。咁啊，祝世界和平啦，好唔好啊？好啊。唔好搞人老婆啦，有緣聽到就話。係咯，白頭到老啦，各位。最老土嗰啲，永結同心啊，出入平安啊。係咯，招呼唔到。係啊，飲多杯，飲多杯。好。